何国幽民，咱保佑着国家，保佑一个百姓哦。若有驾客渔夫，那有伫个行船只会骑只渔夫行船的人，即是讲农工企业种族经营，也有人讲啊，做农的人哦，爱因块手艺人。做种种经营，或者事业，种种的行业，去行政报定，哦，还是讲，哈，咱人做兵啊报定，还是讲做好做歹，还是讲人人善人，哦，人要生囝出世，有啥物善人困难，哦，还是讲官非了挂，还是讲做官。拢不见乌白来，拢爱倒来解报。诸多的脑海，那足好做足侪歹啦。诸多着讲做真侪，使人足烦恼、足陷害着众生。一切心用力，也是讲做人，伊拢毋做好，用力着讲啊，做一寡足害人的损人利己啦。还是讲，这个人有疾病之心，不实际。啊，上面嘛，刚刚讲救苦救难，啊，这个人伊身躯都全病啦，疾心啦，啊，拢未好啦。你定了了，一心恭敬，前五名号又讲，你定啊，就讲恁大家恁这重点，那会当一心恭敬，前五名号。请咱天上圣庙的好阿舅，较简单讲，天上圣庙啊，伊嘛是有听到，还讲较功夫讲，天上圣庙大元君啊，吼、哦，咱个称呼对个尊敬，伊嘛拢会当听到，伊就讲，我就应时赴驾，我就马上出现，率领所愿众生。又听到了，伊的所愿、众生、伊的愿力，就是赶紧，哦，恁的是恁若有求必应就对。解除苦难，咱的天上圣庙自然也会甲咱解开。哦，恁有啥物困苦，啊，你就来来求，啊，我圣庙听到声，嘛是会甲你解围啊。各类在说明，哦，啊，咱的。用攀不尽，大智天良，吉凶天上圣庙招，伊就甲这个咱的天良分那个时代啊，吼、哦，咱的方向伊甲贴方啊，四圣庙咧排变，就讲啊，咱天上圣庙伊是这么慈悲显现，啊，咱较早迄个天良迄个。要代时来天福铁方天上圣庙哦，铁方这个叫做咱的妈祖，叫做天上圣庙之后，世外分灵，到时阵大家听到圣庙真的灵感，这拜那拜，大家拢在拜圣庙，伊就真无用啊，分灵啊，只要你叫，伊就到位，人做神仙，拢会当。一心分作百心分作万心都嘛会样分，啊！甲咱这个春秋、左右、天年节，哦，春秋的时代啊，咱的孔子就是迄个春秋时代，一直演化个。上庙伊就讲，偶像又化人间，一句伊嘛思想，又甲咱这个凡间人间到处去游行。化身苦难，自处献身，学五秒之精神，伊学到咱的圣庙，甲咱这微调，这世代这母的精神，悲悯俗世众生，伊就足慈悲的，感觉讲啊，恁这众生啊。这么艰苦，只要你福善好因，
理财空泛，变化力不可测。恁啊，当然福先好运，做歹做好，恁家己做吼、哦。变化力不可测，有哪做甲恁人做恶多端，我想了嘛无可奈何啊。一款话，做好的人我当然爱甲你救，做恶的人坏人甲你款话，那唔听是你家己超将。你受着恶报、苦报，是你自己要去承担。上尾嘛袂当讲，爱到害人遮尼恶毒，做人万人大家拢该臭骂哦，讲啊你这个人遮歹。上尾敢会使？只要你一念之间，你讲啊我唔对，我要好，会甲你救。但是你唔嘛救袂听，你愈做愈歹啊！一堆落去，嘛是爱放伊去，啊受着这苦果，哦，凡有情情男女，结成必定离多者。那是讲，咱人有情心、情信、有信着咱性命，这善男信女，诚心诚意伫个祈求，如影随形。思想随声，你咧叫声了，马上拢会听到。哦，该将机关离席之后，你所求所愿，伊会甲咱感应到，互恁了解，互恁会受到哦声了的这个福，互咱。了了微心佛业之辈，我来讲，你若要乌白做啦。微微三做啦，才会支配人。这又是起舞一日事件，伊会甲你劝化，唔通安尼做，爱做好行善。但是已经善信之心，积蓄未然，你的心坚持善信之心，吼、哦，积蓄未然，阿不呀，自然。你就所好报，报于降灾、降祥、降灾之中，安知将善将恶之言？做到尾啊，人讲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吼、哦，是好是歹是咱家己为人自招，是你家己要造成的，唔是上庙叫你做，上庙要看我你要做好。甲你讲，一字正甲你，甲你启示，啊，派人讲你唔当安尼，会拍这个阴影予咱，但是咱戆戆咧，未知悔改，真嘛无法度。啊，相庙，咱念相庙的经典内底，你看，咱爱念讲，会祈求相庙伊个伟大力量，就是讲。天将圣庙大元君，连盖三灾厄。咱来念，天将圣庙大元君，伊自然会解咱这三灾的厄难。三灾厄难尽消除，消灾延寿保安宁。圣庙你看，会甲咱解这灾难厄难，吼、哦，互咱免受着这哦灾劫的厄难。来，天上圣庙大元君连盖四煞的，人讲三灾四煞，哦，你家己这个歹，我咱家己有听信着圣庙啊祈求，伊就圣庙就甲咱解这个厄难，啊，这个四煞的厄难，到尾啊自然会消无去，啊，消灾延寿，搁甲咱保安宁嘛，啊，咱个人。天上圣庙大元君连盖五行厄，也当解咱的五行厄，咱的五行，咱内底有一挂厄难。五行厄难尽消除，消灾延寿保安宁。哦，再请天上圣庙大元君连盖六害厄。哦，就讲三灾四煞五行六害，哦，伊拢会甲咱解围。
在天上小庙大元君，灵界七相下。人讲七相下，咱就消毒消灾，延寿保安宁。